下面我讲讲每一个掌法的概念、用法、练法。第一掌，预备，一毛问路，野地残花，红颜除情。走转，走转的时候，你愿意走多少都行，多少都可以的。哦，走，轻快。哦，第一掌，紫烟抛剪，闭门推叶，一地残花，红颜除情。从一毛问路，转腰，掀背。有一个外撑的力，旋转的力，捧开，再向右后带，同时这个空档，下面的右手外旋叫裹劲，上面手内旋叫翻劲，撑向外撑滚动，后带背微微成斜形，不成平行，平行对方前来了，你这就空了，成斜形。带走，下面再空，裹劲。八卦掌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全身各个部位都得到运动。再向上穿，这个手是走斜形的向上穿起来。如果你是横行过来，遇到障碍，对方一推，你动不了了。这就化劲，提再翻，打下来。紫烟抛剪，在你走转中变掌，第一掌叫单换掌，手向外微微捧劲，手往后带，腰入竹里，头顶，脖子挺，气沉，白布向外把对方的前手带开，而且你身体的这个位置换了一个，对方啪前对来，哇，你已经换了位置，让开，哎，再进攻。在下面动作由腰带动，腰带着一个回环翻进，闭门推爷，摆一点步，上步扣，野地残花，红颜除情，穿起来，沉肩坠肘，踏完，头顶汉庭。再看第二掌，紫烟抛剪，闭门推叶，猛虎出招，金鸡扫板，一花接木，脑后这亏，怀中抱野，野地残花，红颜除情。第二掌，紫烟抛剪一样，紫烟抛剪，闭门推野，向上穿，穿的力量，用手的大指。桡骨的一侧，一个穿劲向上，过身，把对方的手贴出外门去，穿，推，之后做下势，下势闪躲，唰，马上下来，两个手拉开，再起来，凝劲沉气。在上部穿斜形的穿上，绕转，后面手掌掌背贴住腰向后穿出来，怀中抱野，又裹劲抱劲，
在一地残花鸿雁出庭。第三章，紫烟抛剪，闭门推夜，绕子钻天，白蛇缠身，族长辈替腰走，寇部怀章抱爷，探长一礼献书，泰山崖顶，这是错综八字步。何兄探长摇身掌，腰摇动，撑开，还一条数，一勾盘腿，二好，转身，然后坐动，然后折果，麒麟吐书，飞燕抄水下士，起来怀中抱爷，一地残花，鸿雁出庭。下面第三章的练法用法，好，走转，紫烟抛剪，闭门推夜，上步绕子钻天，这个可以假设对方前来了，就是向下楼要按然后上钻，也可以作为一种这个烟走，对方前来了烟开，这位下面白蛇缠身打好基础，白蛇缠身前背右背向上面内旋，左掌背贴腰向后插，左足倒插步，不能插眼，一定倒插同时做，扣右步，怀中抱爷，怀中抱爷转过来是个魂境，在下面探长一礼献书，扣住扣步，右脚扣，下面泰山崖顶，左掌背从头上贴着头顶过来，用手腕向下扣烟牙，掀开对方，啪，魂斩即出，这是错综八字步。在下面，何兄反背是摇身斩，上一步，两手掌外旋贴腰向下撑，一面用腰螺旋形向下摇动，撑开头向山底，肩向下用力撑。背的弹性撑开麻布，黑熊反背，下面环鹰卡树，提议那个老鹰抓什么动物的脖子，好，现在先原地挑完，中国武术高挑，对方出手高向上挑挑，前面的挑后面的手向下弹，这个二阵里才有劲，如果你后面手是松的走转，这个手就没劲，啪下在下面恰斩，左右微微进步扣，这是勾盼腿，掐速就这样，向下是躲藏着出去，哈，扣步，在下面转身的时候，手指变成剑指向后插，这是猴形的很轻松，唰插过去，最后烟走牙走含胸，哗，
带回来，要有身形。挑着手往后撤的时候，对方前头攻击来，你如果没有伸腰就打，有伸腰，伸腰往后一缩，腰带，哗，对方前头就够不到了，哗哗，攻击，唰，再做下面飞燕潮水，起来怀中抱野，野地残花。做夜地藏花的时候，不要太抱起来，胸前跟手背微微空开，裹劲，左掌翻劲，左背翻劲，右背外显叫裹劲，中间空开。师父禅兄，年纪大的，下面的掌可以在这个右肋前面一点，不压迫肺呼吸的，在红颜出情。